迎收睇东网视频，我是仙迪，饰有唱片骑师、唱盘变态盘、耳筒变头盔，更有反对派议员车房僭建变住宅，仲要拖足十年都唔肯还原。喂，咁叻空间大改造，唔好收收埋埋咁自私，攞啲心得出嚟同觅地建屋无能嘅港府分享，话唔定会帮到班基层市民解决居住问题，大罪立功都好啊！嗱，正义传媒踢爆嗰班平日义正辞严嘅反对派议员有几奇身不正。话说大约十年前，本港政坛刮起僭建风暴，多个泛民人士住所相继被揭发存在违法改建。毛孟静议员位于浅水湾道，由丈夫持有的寓所。